当他们入读大学时，他们就能掌握基本生活及学习技能，让他们面对繁忙的学习，取得理想的学习佳绩。由于教育体系有非常巨大的差异，初来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需要预科的课程来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。泰勒学校作为规模较大的一所预科学校，在以上几个方面为留学生提供了帮助。那么在学习方面， Nancy 先生又有哪些建议呢？
由于两国教育体系的差异，很多中国的高中毕业生还不能直接进入新西兰的大学学习，如何能顺利地考入大学，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。